请答题。好的。嗯呢嗯呢。王一朵。二十。啊啊这。你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H 的王一朵，可以叫我王小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打游戏。都还好。圣女果。不会。成为一个宇航员。蟑螂。简单就好。老虎。想要。我想想。我想要会飞。收购上月。在上月大闹一场。上月的总裁。会，我想想，我会去全国各地开巡演，不是偶像，会出去摆地摊。李诗琪吧，因为我和他约好了，我会做吓唬别人担当。三亚，幸运的事情，不是很幸运呢。啊这，我今天早上7点发了一条，呜呜呜呜，不想早起工作。最近一次熬夜是为了打游戏，嘿。捶墙。打拳击。睡觉。可爱。最令我感动的礼物是信吧。别说。别墅，人手一套上海的别墅。头发变短了，是一起站在台上哭。没有偶像，还好吧。眼睛。7分。能说吗？装。Viking。回家休息。是16岁的时候成为了偶像。5年后的我是一个 rapper。 那首歌叫什么呀？爱的加速器。是我的青春。是我青春的回忆。近期的目标是再瘦个10斤，长远的目标是练出腹肌。
耶、yeah！啊，这少女偶像的相册里，我看看呢。嗯，我的相册，我来找找看。我相册里全是我的游戏截图，让我找一下。嗯。最好玩的一张照片，我相册里面3000多张照片，让我来看一看啊。嗯，就找最近的吧。我最近就是在公演完之后回来的路上和叶真坐在一起，然后呢，他在修图，他修到一半睡着了，他修到一半他就睡着了，然后等他再醒的时候，他手就在上面乱就划了一通，他脸就被他。贴成了各种形状，这好玩吗？还行吧，还行吧。叶真手里好玩的东西比较多，有点恐怖，他手机绝对不能丢的那种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耶、yeah！